早餐一听到没有厨房，伙伴们都崩溃啦。汉营业中三将在明天播出第六集，这回伙伴们来到花莲帮同学们做早餐，所以我们的厨房就是现在这一块。哎，这个洗很困难，哎，上面都是土。哇，排水孔跟这边是合在一起的，任务又升级了，因为变得没有厨房，我们要在比较简易的设备里面赶快生出早餐来。是有他们的声音了吗？听到声音了，听到声音。来了，他们回来了，快快快快！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早餐都还没有做好，同学们就来了。在他们享用美食的时候，伙伴又接获任务卡。啊，给你们一个东西，什么？哎呀，今天下午将举行一小时的新城快闪义卖。今天下午，龟缸哎，到底还有几张这种卡要出来？鬼鬼吴英杰、耗子和郭宏志决定出动客难宣传车，上街宣传义卖活动。好，加油！好，走。我怎么感觉骑车好像比较累？肩膀就卡住了。可以啦。哎，你跪着就好。大家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出发，出发！我们等一下会在这个新城练习曲书店练习曲，会在练习曲曲店。人高马大的郭宏志站在宣传车上，被伙伴们笑说这个画面很像古代游街的囚犯车，可能会吸引路人丢高丽菜。粉丝也笑翻留言：“这就是架杠的台湾味啦，上够了。”